我多相信他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有两个号银行给他用了，绑着信用卡，信用卡都刷了我90万多块钱。看一看，这个是戴帽子的是吧？这个胶白可以，这个叫什么颜色胶白？乳色，乳色胶白。小的德文有多少只？没了，其实我也卖了。德文都是成母跟新母是吧？对。大的我拿回去也只能出养护啊。这个三花的是一只三花德文。那个也是戴帽，戴帽也是戴帽，里面还有几只，有一只大佐啊，有一只大佐，这大佐有一只大佐，哎，这大佐挺有意思啊，嗯，正开脸的大佐，这里还有一只，咋这么像暹罗啊？重点毛不卷，毛不卷，这只一个个都醒来了，都出来了，但是还是有点冷，啊，有点冷，哇，这上面还有一只三花，这也是一只三花，我们把整体的。德文的是吧？先看一看，看能收不？这小的了，这个是小的。啊，这两只都是吗？那个是大的，那个算中的。哦，你是说那个戴帽是吧？对，戴帽刚生过，然后这个纯白是小的。对对对对，跟个兔子一样那个耳朵，耳朵太小了。这边感觉有点像弱胎哦，是不是？弱胎就是很需要精力去打理。对，我两天洗给他洗一次澡，洗了以后就还这样。德文中的弱胎就会这样，很难照顾。这有个小崽，这个小崽子挺好看的。哦，这个小崽子太小了，都是毛亮也好。这属于啥颜色？虎斑补丁色，毛量很好啊，对，毛量特别好，耳距也还行，还有吗？楼上还有两，楼上还有一层，对，三层，看一看，这有两只，这个躲起来，今天有点冷，他们都躲起来了，哦，这有两只，这一只三花，一只虎斑那个毛还可以，三花太秃了，没了，没了，就这么多，你是想甩掉这些，然后换血是吧？对啊，但这个太大了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又没小猫。就是你是被你的一个朋友带入行了，对，带入行了之后你被他坑了，对，你这投了多少钱？总共至少也有30个吧，当时是全算是半谈恋爱那种状态吧，然后就是男的，对啊，要不我一个女孩理智做事情，你觉得会吃那么大亏吗？我多相信他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有两个号也好给他用了，绑个信用卡，信用卡都刷了我90万多块钱。我也不收你的这些猫了，因为我刚刚也看了一遍嘛，它确实它品相它就是刺了一些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说我收回去我可能很难消耗掉。既然也来了一趟，你又说出了你的苦衷是吧？我可以把你的抖音号艾特一下，如果说他们想问想了解，他们来找你，你差一点的你就给个2000块钱，你能接受不？然后好一点的你就给个3000块钱，咋样？啊？北京的粉丝啊，这也是相当于谋了个福利啊。有打喷嚏啥的不？大猫都没有问题，有的是有点眼屎。每只猫的个体的情况我会交代清楚啊，你一定得交代清楚。然后我是没有这个，不是说剧本我拿了这个提成什么的，我一分提成我没有拿啊。既然来了就是缘分，帮你卖一下好吧，我也不拿走了。我呢也在这里奉劝一下大家，这一行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做的。怎么不讲？你为什么我不做繁殖？就是因为问题太多了，我就当一个快乐的猫贩子就好了。好了，咱们就拍到这里吧。大家如果说在北京的粉丝啊，有喜欢德文的，你们可以去厦门找他。